韩国乐坛年度盛事2018 MAMA Innovation Music Awards 最终场今晚在香港盛大展开，除了请到男神宋仲基主持，防弹少年团 BTS、 101、 TWICE 等当红人气团体也会到场力挺。早前官方更公布金曲歌王林俊杰、 Angelababy、 西洋天后珍娜杰克森也是今晚特别嘉宾之一。Baby 获邀出席韩国音乐界盛事，有备而来，以一袭仙气爆棚的粉色 Dior 晚礼服甜美现身，还自曝是 Big Bang 的粉丝。而林俊杰红毯更以一口流利英文受访，人气火红的他才一开口就掀起现场粉丝尖叫，他今晚将会带来什么表演令人好奇。虽然今日香港天气冷飕飕，但曾获韩国小姐冠军的51岁美魔女金成琳就以一身酥胸半露的性感装扮携手安宰贤走红毯，还当场上演整理衣物到奶宫，养眼画面超吸睛。